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读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事实，却说前将军敖襄侯西凉刺史董卓，先为破黄巾无功，昭义将治其罪。因贿赂十常侍幸免，后又解脱朝贵，虽任显官，统西周大军20万，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时得昭大喜，点起军马，陆续变心，使其蓄中郎将牛辅守住陕西，自己却带李榷、郭仪、张济、樊稠等提兵往洛阳进发。卓旭谋士李如月，今虽奉诏，中间多有暗卫，何不差人上表，名正言顺，大事可图。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“窃闻天下所以乱立不止者，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武慢天长之故，臣闻扬汤止沸，不如去心。溃庸虽痛，胜于养毒。臣改鸣钟鼓入洛阳，请除让等。社稷兴盛，天下兴盛。何进得表，出仕大臣。侍御史郑泰谏曰：“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必食人矣。”进曰：“汝多疑，不足谋大事。”卢植亦谏曰：“只素知董卓为人，面善心狠，一入京廷必生祸患，不如只知勿来，免致身乱。”进不听。郑泰、卢植皆弃官而去，朝廷大臣去者大半。竟使人引董卓与尹迟、卓安兵不动，张让等之外宾道，公议曰：“此何进之谋也？我等不先下手，皆灭足矣。”乃先抚刀俯首50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。入告何太后曰：“今大将军矫昭昭外宾至京师，欲灭臣等，望娘娘垂帘赐救。”太后曰：“汝等可知大将军府谢罪？”让曰：“若到相府，骨肉齐焚矣。”望娘娘宣大将军入宫，欲止之，如其不从，臣等只救娘娘前清死。太后乃将诏宣进，进得诏变形。主簿陈琳谏曰：“太后此诏必是十常侍之谋，切不可去，去必有祸。”进曰：“太后召我，有何祸事？”元昭曰：“今谋已泄，事已露，将军尚欲入宫也。”曹操曰：“先召十常侍出，然后可入。”进笑曰：“此小儿之见也，吾掌天下之权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？”昭曰：“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护从，以防不测。”于是袁绍、曹操各选精兵500，命袁绍之弟袁术领之。袁术全身披挂，引兵布列青锁门外。绍与操带箭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。
黄门传子旨云：“太后特宣大将军，愚人不许折入。”将袁绍、曹操等都阻住宫门外。何进昂然直入，至嘉德殿门，张让断圭迎出，左右围住，进大进。让厉声责进曰：“董后何罪？望以咎死，国母丧葬，脱籍不出。汝本屠孤小辈，我等见之天子，以至荣贵，不思报效，欲相谋害。汝言我等甚拙，其亲者是谁？”进慌急，欲寻出路，宫门禁闭，伏甲齐出。将何进砍为两段，后人有诗叹之曰：“汉室精微天数中，吾谋何进做三公，几番不听忠臣谏，难免宫中受谏风。让等计杀何进，袁绍久不见进出，乃与宫门外大叫曰：‘请将军上车。’”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，袁绍曰：“何进谋反，以伏诛矣。”其余协从。竟只设有。袁绍厉声大叫：“燕关谋杀大臣，诛恶党者前来助战，何进部将吴匡，便于清锁门外，放起火来。袁术引兵突入宫廷，但见燕关，不论大小，尽皆杀之。袁绍、曹操斩关入内，赵忠、陈况、夏侯惇、郭盛四个被赶至翠华楼前，剁为肉泥。宫中火焰冲天，张让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将太后及太子并陈留王劫去内省，从后道走北宫，持卢植器官归去，见宫中事变，还甲持戈立于阁下，遥见段珪拥逼。拥逼何后过来，直大呼曰：“段珪逆贼，安敢劫太后！”段珪回身便走，太后从床中跳出，只急救得免。吴匡杀入内廷，见何苗已提剑出，匡大呼曰：“何苗同谋害兄！”当共杀之，众人俱曰：“愿斩谋兄之贼。”苗欲走，四面围定，砍为齐粉。招抚令军士分头来杀时常侍家属，不分大小，尽皆诛绝。多有无须者，勿被杀死。曹操一面救灭宫中之火，请何太后全赦大赦，遣兵追袭张让等，寻觅少帝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